穿着蓝色背心的老人家坐在藤椅上，这时妻子一巴掌甩过来。 阿公痛到脸都皱在一块，难过的都快哭了。妻子甩了他两巴掌，一旁帮忙照顾的看护看不下去，大声制止：“哪里就叫打老公就要打，打老公不行吗？嗯，你看哪里打老公的？阿明，你帮我打这个，叫警察来。” 当然不行，被打得无心阿公是个渐冻人，面对妻子打骂都只有挨打的份。平常都像这样躺在床上，靠着菲律宾籍看护和妻子轮流照顾，两人每每发生口角，妻子就会情绪失控，对他动手。会不会怪他？就原谅他了是吗？ 每次他打我，没有看到，但是上次他打我，刚刚我在家的，对，然后我跟他讲，他不要停，停，然后我说我吓他，我说如果你再打，我要叫警察。阿公被打不是一次两次，看护实在看不下去，正义感使然拍下影片报警。警方调查，阿公并没有申请保护令，改由社会局介入，靠着看护的勇敢揭发，让阿公脱离家暴阴影。记者彭志明，苗栗报道。